今天我要做一个街头调查，如果有一天你在大便的时候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，你怎么办？屁股夹紧冲出去啊，不然怎么办？要被压死了耶。当然是赶快跑掉喽，生命比较重要。裤子穿一穿，应该就跑出去了吧？穿穿裤子就跑，不要出去，继续大便。对，为什么？出去会被压。你的一石二鸟的概念，一边大便一边被压。对对对，把它都会被压。把它搭完啊！如果肚子很痛啊，可能也跑不掉。如果卡到一半的话，就把它搭完，不然夹断蛮痛苦。裤子赶快穿了，赶快跑。如果是地震一点点的话呢？继续啦，台湾太长地震习惯了，先把大便搭完。大便没有擦，很不干净。立刻解决掉，结束，然后清干净，用尽全力把剩下大完，然后跑掉。不大的话，你跑出去，大家看到也很难看，跟死也差不多了，还不如漂漂亮亮的被压死。继续啊，他正在摇，你也不能跑啊。他是摇的时候比较顺利啊。是啊，就是要等他停才可以跑，所以就继续。是我，我也可以大便。我怎么不拄到阿你嘞？阿妈你呢？我没有那么老，我没有那么老，我没有那么老，我会跑掉，我不会继续大，真的很大，真的要跑出去，不大了吧？严重了，顾命啊，对不对？那大便怎么办？憋起来。对啊，要憋起来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要跑掉。